So baby, be me. 四个人，四个人看一下。表情放松一点，不要给我扑克脸，拜托。好的。嘉一有问题吗？超多。好，那你来我旁边。哪一个你觉得做起来怪怪的？就是我到这儿，我就，尤其是从这儿到这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变。好，你看着镜子的我，这样上去，然后再抓。好像是自由女神，有没有自由女神？有，你就联想这个动作让你想到什么？自由女神，我来了。自由女神打板。你知道我以前就是这样记舞步的。这样，自由女神打板，有。会用吗？三四五六七。这个45度，45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二，脚的角度，我们看一下，停。细微的错误，它就能一下子指出来。重心在哪里？然后一只弯的，一只直的，有没有看到老师？再一次哦。是啊。好，三大四，停，掌心弯着手，手打篮球对不对？手不可以吗？都下不去。那没关系。哦，教练对你很失望。好了，没有。特别亲切的姐姐，然后不会有压迫感，然后还特别调皮，你知道吗？脖踝动作都有做，但是你的脸好臭，欠你钱吗？哦，你们让我肩颈好紧哦，我都想放松一点。抖一抖，抖一抖。可能你会觉得，哦，我是女生，我没有办法。没有。我只想要告诉他们表演的快乐，观众是知道你的紧张，知道你的开心，这是我最想跟他们分享，跟我的目的。加油！拜拜。那我应该可以去厕所了吧？可以。想说老师想上厕所。